来了，老弟，你好像个魔教非主流。空手套，铁布衫，太下饭了。关注马上突破10亿了，关注可不可以点一波？爱你。Q 接屏，接 W。也说他这个人两级学 E 的，那这一波咱们就有机会可以杀他了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他这个血量非常危险。W 一下。这手我给他剁了吧，这手除了会打飞起来的球，还会打什么？可以。你每天昧着良心讲话，你累不累啊？来了，老弟，这波起步下路是有两三个头的，先杀谁？先杀葛雄。操了个 DJ， 这也行吗？AQA 点了，你还血池呢？干啥呢，哥？犯病了？操了个 DJ 了！哎，怎么踩到匣子了？盲区啊，这个视野盲区，我以为就两个夹子，怎么有三个夹子呀？这女警这个夹子放的太……哎呦，太狠了！扫描开一下，红 buff 有没有抽一？漂亮，红 buff 居然有，太漂亮了！哎，操了！这个牛头，我等一下不打你。他给我红他妈也抢了，这个逼！我反倒还觉得这个刀妹好杀，那个发条好杀一点。这武器大师不是很好杀他。咱们现在已经有437的护甲了，你想象一下。你要知道现在是几分钟？现在是16分钟，400多点护甲，很恐怖了。来，10秒钟大，9、8、7、5、3、2，哎，可以啊，差一点。这个人死的不远啊，这个人死的不是很冤。合肥推拿可以，关灯老纳冲击港派指压，服务，精油护体，合肥推拿，服务，双杀性吗？服务。差点双杀了呀，兄弟们，真的是差一点点呐、啊！这一波再给我多一下，这一波的话就可以双杀了。再拿一个蓝 buff， 打野刚把小龙拿了，说明可能有蓝 buff， 直接拿一下蓝 buff。 你装你妈呢？你在装？你怎么这么会装呢？你上辈子是当内裤的，这么会装逼呢？你 AD 加成，两个长剑，一个长剑是350块钱，两个长剑是多少钱？700块钱。也就说，这一波我的符文天赋给我加成了1000块钱的一个伤害。WQA， 学会了没有？学会的朋友扣个一，没有学会的朋友扣。屁啊！操了个 DJ 了，这个人不能浪了，人他妈一浪就死。老弟，想不到吧？你别给我打到了啊！接下来我们就是杀父仇人，接下来。二段 Q， 操！那个 DJ 了，我捅没捅下去。但这波早死早超生，常见了一个。